仰望的不是仰望本我。那么有一对夫妻，他们都是所谓高科技的人，那么他有很好的工作，很好的收入，两个人过着非常舒服的生活，感情又好，所以他们有很多梦想。梦想是什么呢？就是几年以后就退休，退休以后呢可以到处的旅游来享受人生。但是就在退休之前，有一天这个丈夫身体不舒服，就去做了一个检查，